大家好，我是强哥，这次要来洗附加方块，趁着掉光加倍来完成双船成就。先洗活动附加15颗，等一下再去商城买附加方块。话不多说，马上开洗。15颗洗完了，那我先去商城一下。我买了3组红包附加，还有上次剩下的46颗，那我们继续开洗。哇，两排9活，这太扯了吧！是欸，洗了150几颗都没有跳，是怎么回事啊？算了，再去加码。我再买了2组红包附加，再没有跳光，那就随缘了。好，目前200多颗都没有跳光，到底是谁说跳光加倍有感的啊？好欸，风之谷好玩不花钱，我们下次不会再见了，各位拜拜。